在今天晚上，南台湾最受欢迎的义大跨年下午吸引了数万名的民众排队入场，还有人是两天之前就已经南下来等候跨年。不过也因为人潮真的是太多了，让民众进场的时候造成了推挤，还有歌迷因此被吓哭。 听到可以进场等待跨年的民众完全像脱缰野马一样奋力往前冲。保全人员不断的呼吁大家注意安全，但是人潮实在多得吓人，甚至有民众因为不断推挤被吓到腿软。也是吓到了，因为刚才整个挤进来，然后被还有一条在底下。挤成这样都是因为前来跨年的民众都希望能够抢个好位置，可以最近距离的接近心仪的偶像。也因为义大跨年晚会的卡司太强悍，其实一大早就有粉丝跑来排队。 在晚会上登场的艺人也纷纷找时间来彩排，只希望能够给来跨年晚会的民众最精彩的演出，一起开心的陪伴大家迈入2015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